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做餐馆的弟子非常多？记得你杀鱼杀生的时候，念往生咒，观想这个鱼复原，然后飞上虚空，观想你的本尊把这个鱼接到他的净土去，然后念往生咒：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，阿弥陀波比，阿弥陀悉檀波比，阿弥陀比伽蓝帝，阿弥陀比伽蓝哆，伽利尼伽伽那吉哆伽利梭哈，嗡阿贝拉吽堪扎拉梭哈。念往生咒，念文殊往生咒，以咒的力量把他们超度。因为华人在这个西方国家做餐馆的非常多，他们每天也是要杀很多的，杀生杀很多的，所以要念咒啊，时时像我们一样啊，吃的时候也一样做供养，做超度。不杀生了，我们是需要这样子做，否则他们生了这个憎恨的心，将来你就是他的敌人。